柏伟森嘅三房560尺，非常之实用。入嚟啦，就一个小小嘅玄关位，同埋佢呢度做咗一个鞋柜嘅，咁相当好用嘅。直行就一个长型厅，够晒阔，同埋个楼底就3.15米。呢个厅就三房嚟讲，我觉得非常之正。一个趟门嘅露台位啦，成个露台好大，同埋摆咗两部冷气机嘅分体。厨房就是一个 L 型的设计，还有那些柜台都非常之多。新竹的水龙头一个很新的大升盘，收纳量都够的。看一个睡房，睡房就略为细间啲，它两间睡房就大同小异，大概是2米乘2米。如果三房这边望出去就全海景，它这里就是一个下子趟门的，咁都慳位咗好多，同埋佢做咗一個二分離嘅設計，即係呢度就洗手盆啦、坐廁啦、淋浴區啦，佢仲做埋咗一個晾衫區，將啲衫洗完之後就直接喺個浴室嗰度晾，咁開埋個浴室寶，咁可以乾衣嘅。個設計 OK 嘅，不過我就鍾意將啲衫去晾太陽。轉過嚟就主人嘅浴室，相對嚟講都只係簽口，同埋全部都係用淋浴嘅，成個空間利用到極致。主人房其實我覺得就比較多啲閣位就唔係幾好，即係你要真係好識得設計咯。咁呢度就要預留咗衣櫃位，呢度就預咗俾你做梳妝台，張床就靠個窗邊擺㗎啦。似呢啲單位現時賣緊就1000到1100，你覺得抵唔抵？